各位参加观艺课的全国的高中老师，教室七的老师们，大家好，那因为我们是实际上像在上一门课，所以呢，真的就会把大家当成学员来。那通常我会在第一个动作就会请大家呢，这个试验，试验你们的这个机器。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请有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分享画面的，帮我举个手。好，因为刚刚最多的，我们的学员，现在在场的哈，包含我本人应该是53位，可是刚看到最多的数目是37位，那就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没有举手，还没有举手的是因为举手了就放下来呢，还是因为并没有看到画面或是听到声音，所以呢，就请大家举好手就不放下，可以吗？现在是43位。还有刚刚呢，因为看到在那个讯息栏里面，好像大家会比较迟才回复哈，其实说实在话，一面上课一面看讯息是很辛苦的事啦。好的，好，对不起，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只有43位举手，那我就不知道还没有举手的是因为没有接收到讯息，还是根本就看不见哈。那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这等于是说把实体课程，然后应用到现在是线上课程的方式。那其实我上课时候非常需要大家的回应，那有的时候就是赞成反对，是在讯息栏，然后有的时候是点名请发表，就是请大家要发出声音，这样子。好，好像我们就一直停留在44位，好，那没关系，待会儿可能点名的时候，好，谢谢刘校长的回应哈，说可能有的伙伴有重复账号，或是有工作伙伴在其中，好，谢谢。那现在请大家把手给放下。好，谢谢哈，请大家把手给放下。好，现在好像还有5位学员哈，还没有放下哈，好，那这个，大家真的是还蛮感谢哦，谢谢，现在全部手都放下了哈，好，那呢这个，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呢，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哈，好像从昨天下午开始哈，天气又开始变糟了哈，这样好，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穿得非常非常的暖和，说老实话，真的是很谢谢大家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哈，然后呢，可以在开学之前半个月哈，就来参加这样的一场观艺课的活动哈。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那个建国中学的郭素妙老师，那我也是文化教材哈资源中心的咨询委员。那个，说老实话，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哈，所以我本人也非常的紧张哈。那这个，所以呢，在刚刚等候的过程中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哈，就是我把我们有报名参加这个小教室的51位学员哈，我就用那个北中南东哈，还有外岛哈，那稍微去做了分析一下哈，就是这51位学员分别是从什么地方过来这样。那得到的数字非常的可爱哈，就是北区哈，也就是那个苗栗以北哈是25位哈，
然后呢，这个中南外岛哈，还有东区，加起来也刚好是25位。那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观课的活动哈，是把等于是说把那个实体课程，然后搬到线上来试验哈。那所以呢，非常需要跟大家有一些交流。那为什么刚好25比25？因为有一位哈，有一位是3名高中的老师哈。那因为就我所知道，新北市跟高雄都有叫3名高中。那可不可以请那个3名高中的秦老师，嘿，这个稍微。哎，就是我待会儿可能会有蛮多的机会，会希望大家就开麦哈，然后直接做回应哈。可不可以请问3名高中这位秦老师，请问你是新北的还是高雄的哈？我们就可以知道台北区还是这个台北以外这个就是北部跟中南部哈哪一个区的人比较多哈？请问秦老师。请你直接开麦做回应，可以吗？因为我们待会儿的上课会，我的实际上课真的都是学生非常吵，要直接做回应。那可以请那个薛同学哈，那个不要帮我关所有人的麦，这样子。看一下。所以请问那个秦老师，嘿，3名高中的秦老师，请问你是，不方便讲电话，不方便发声呢，还是？这样子的话，好，没关系哈，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线上课程通常不会一开始就直接上正课哈，然后刚刚就是试着想要先跟大家交流一下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这个正式上课哈。那我们的课程叫做《这个世界怪怪的年度十大新闻解析》哈。其实我大概每年底都会做这样的事，大家都知道，在每年底，其实各大媒体哈都会去做年度十大新闻哦，那会分成很多个向度哈，譬如说台湾的十大新闻哈，或者是国际新闻哈，或者是年度十大人物。那今天呢，这个我所分享的哈，这个观课的活动哈，因为我觉得在素养导向里面哈，那我们如何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有想法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概每年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哈。那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在去年底哈，去年底我针对3个高三的班级所做的哈。那先稍微说明一下背景知识哈。其实因为这个班级是针对3年级哈，那其实。大概在4年前的针对高二的学生，那时候2年级的学生也有曾经做过哈。那所以，我在上高二的时候哈，在上高二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课文大概它的编排方式哈，都是高一是儒家哈，《论语》《孟子》，那高二呢是墨家跟法家，高三是道家，可是，我通常会在高二的时候，哈，就先呢，这个会给同学，嘿，就是九流十家的比较的讲义，哈，的一个简介。那，我的讲义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跟《汉书艺文志》，哈，就是一张表格。那另外还有玩一个小游戏，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个场合都会有看到。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梗图哈，就是你是哪一家哈，直到现在都大家都还是玩这个游戏哈，乐此不疲。那我给同学的梗图是
老师，哈，这样好。那这个梗图大概每一个班级都会玩到哈，就是在高二，在四年前就有做过，然后两年前也有做过哈。那再来我们的课文，通常到了三年级道家上完之后，那他们对九流十家就更熟悉了哈。所以我今年觉得针对三年级，要更加的有哈这个背景知识哈，就是九流十家到底有什么基本上的思想差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差异？另外还有我的学生会有的一个背景知识是问题意识。那其实从他们高一开始哈，尤其是在这个十二年国教之后，乃至于108课刚上路，那同学会懂得哈如何去创作哈，或者如何去找问题来做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都知道如何找一个小论文或是一篇哈这个论文的题目，这个是他们一生都需要的能力哈。那他必须要有一个问题意识的概念哈。那我曾经让同学哈这个就是要去进到问题意识哈，这个是某一课的一个课外补充哈。那这个课外补充那时候是我印了叶嘉莹老师哈，他的《陶渊明饮酒诗》第五的这个讲义哈。那叶嘉莹老师他的这个讲义后来是有出逐字稿，那请同学哈去针对这份讲义，在读过之后列出五题哈，就是学者问问题哈。这主要大家会知道哈，我们会说知识理解应用哈这个方面的问题哈。当然这些就是不论我们所谈到的这些认知层次哈，也都有是同学的背景知识之一哈，让他们去找问题，然后另外再找出你在读完这篇论文之后，请抓出一个问题意识哈。然后非常对不起，我刚看到我的投影片，我本来是抓两位同学哈。因为我的上课都是在 Google Classroom 上面，那就直接，因为我们就是，高二我们已经学校有大电视嘛，哈，会有投影机哈，然后就直接从把 Google Classroom 的这个学生的答案都是直接看、直接谈。那我们来看像这一位哈，这位同学，古代诗人在写诗时会带有的特质与特色，好，相信同学就会知道，哎，这样子其实它不叫做问题意识哈。那这个事实上问题意识就是一个 problem， 好，那它事实上是跟你的好一个基本的概念、基本的世界观、好基本的一个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你发现到了问题之所在，好，那个就叫做问题意识。那像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位同学的。这个应该是叫做大纲摘要，它不是问题意识，因为不足以延展出它要去解决问题的。那所以像譬如说像举例，我会把像同学有做了之后，我会把他们有提到问题意识，像这个是我的上课，因为是投影出来，然后就一个一个谈，这样叫问题意识，这样子不能算，这样子。好，那这个只是我跟大家就是说明我们同学都有曾经被探讨过，就是问题意识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所以呢，我在玩，说老实话真的是玩，我上课常都是玩，就是玩这个这个世界怪怪的年度十大新闻评析的。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哈，它事实上是前一堂课哈，应该说前半堂课所做的事情的延续。那首先呢，我会在那个第一个我们的前情提要哈，第一个阶段我会让他们个人在 Google Classroom 上面哈列出个人，这是一个个人作业哈我就提问题哈，他记忆深刻的2022新闻是什么哈？那台湾、西台湾跟国际哈，好，
那，对不起哈，因为我从这个去年底确诊过后，一直状况不太好哈，对不起，大家可能会听起来会有点吵，偶尔会稍微再咳一下哈。那个是个人的作业哈，个人作业，那完全不用去，完全我规定不能 Google 哈，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之后会。就让他们写哈，这样子。像这边我是稍微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我后来自己哈自己所做出来的，把它他们真的是想到什么写到什么哈，这样子哈。好，那像其实这是一份就是全员的讲义哈，这是我写给自己看的这样哈。那这是第一个，有一个个人作业。那当时只给他们的时间很短，哈，只有10分钟，哈，然后就拼命写这样子，哈，好，他们就会写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自由，哈。好，那 step two 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班版的 line 的群组嘛，那当时因为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12月9号，哈，因为他们今年初就要考学测了，哈，所以其实12月那个时候。12月9号那时候有列10大新闻的媒体其实不多哈，我那时候选的是这个雅虎新闻，那雅虎新闻我那时候就贴了这三个 line，好在 line 上面贴了这三个贴图，然后就会听到下面有些同学开始惊呼，哎，对耶，对耶，想到还有这个，想到这个这样子哈，好，但是呢，其实单一媒体的选择哈，你就会看到哈，他们会发现哎，有些新闻他们可能不认为那么的重要，或是有些新闻事实上已经被遗忘掉了这样。好，那另外第三个阶段哈，就是单一媒体选择。我那时候因为12月9号哈，那就选了前一周的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眼球中央电视台哈，说老实话是还蛮受学生。喜欢的啦哈，就是他用一种很这个嬉笑怒骂的方式哈，然后来谈一些新闻哈，这样。然后我发现他们是，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看这个哈？因为让他们可以有一点点这个我如何去评论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哈。好，那所以我们也让那时候就跟同学讲说哈，你们之后写新闻评论不能写成这样子哦，这样好。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接下来下面的活动是要讨论哈，是要群体讨论，所以有一点只是在炒热气氛哈。那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如果有线上课程的经验都知道哈，我们有时候就是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哈，所以我现在。重新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那时候分享给同学的这样子的10分钟哈。眼看沦陷区的生物开始挑战威权，于是甘肃省的赤匪头目紧急召开记者会，解释疫情现况，企图抢回话语权。不过，接下来这段荒唐可笑的记者会却让大家更加困惑。这个情况吧，现在是疫情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根据这个情况呢，现在情况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也就是这么个情况。针对性的话，就是说还得看具体情况的发展，具体这个情况呢，还要根据现场情况和现实情况的这个区别。方向的话，要根据未来发展的情况，看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请赤匪搞清楚情况再来发言。只是这样的情况呢，似乎并不是零星的个案。石家庄的赤匪头目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关键的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一个如果在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领域、关键的这个环节上，我们找不到那个关键，我们把握抓手不在关键上，那么我们等于就是说无法解决，找不到关键的问题，找不到关键问题，解决不到问题的关键。照这个进度找下去啊，相信赤匪这一伙人大概一辈子都找不到问题的关。
好。好，这个，对不起，我再重新分享我的画面哈，嘿，因为我们进到那个，进到。好，现在重新分享画面哈。好，那时候经历过哈，这个大概1分多钟以后，真的是同学就很嗨哈，因为他们知道我接下来就要分组作业了哈。那下面就开始找，我们要找到问题关键哈。那就说好，于是我们再重新回顾到问题意识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些事情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哈，那当然，他们也知道说，我找的这两个单一媒体，他们各有他自己的试读。哈，那但是呢，因为我要结合到他到底对九流十家，哈，是不是真的对他们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做了一个 Google Classroom 的分组作业。那当时呢，这个，所以我就把题目定律叫做九流十家旧世界。那这个九流十家旧世界呢，就是后来大家在你们的手册上哈，374页所能够看到的哈，这个学生的作业哈。那当然在上课的最后哈，最后有让同学来思索一下哈，为什么我那时候要进行这样子的事情哈？首先呢，他们真的是体会到哈，人非常的善忘哈，就是他们会开始在思考，为什么有一些事情被我给忘了哈？那说老实话，这也是我一开始就是每一年大概都会玩这样子的一个小游戏的一个关键哈。因为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安迪霍霍格吧，这个大家都可以红个几分钟哈，这样。那但是呢，有些事情事实上它是值得关注的哈，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同学真的是很快就体会到人是善忘的。然后还有他们当时做的第一个个人作业哈，其实我后来那份作业我事实上是有算成绩的哈，就是他只要能够写出一个新闻，因为我就说十大嘛，那我说你至少也给我写到十大新闻。那当时呢，其实有一些同学真的是竭尽思索，完全写不出来。为什么完全写不出来呢？就是我们讲说，有些学生他事实上是对社会是不关注，他不太知道什么社会新闻哈。那说实在话，有的时候看起来也还蛮悲凉的哦。就是有些是成绩越好的同学，他越不知道，因为他整个时间都扑在读书上面哈。好，那所以呢，也希望稍微哈，就是给同学一点点哈，就是告诉他们那种博雅见中人该有的熟识理想哈，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确实在考试的时候会考时事题哈，但是他对于时事是完全不了解的。其实那时候在看时代革命的时候，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手册了哈，然后因为有被改过，说老实话，那就提到说要让同学看时代革命。说老实话，我并没有让同学看时代革命哈，因为时代革命实在是太长了，而且我自己在看那个电影是从头哭到尾这样哈。那所以呢，那时候在一开始的有一位学生哈，他讲说那是17岁一位学生，17岁，对，他说作为一位中学生，之前我对政治很冷感。那其实我想很多学生也确实是这样子哈。那其实当越冷感的时候，他就越会被不同的立场的媒体哈误导。那其实他们早在高一公民课就已经学过了媒体试读，可是如果他本身没有这种熟识的概念，对时事不关心的话，好，事实上呢，那才是哈我们讲说什么认知作战哈，最后所要做的。
我实在是不希望这样子哈。之前好，这等到说课再来说好了。好，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好，前一堂课的，嗨，那我所做的事情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才是我们这堂课真正的正课哈。刚刚看了一下，刚好大概剩下一半的时间哈。那这个好，那我通常的做法哈，是会把同学所做的哈，然后因为我有三个班嘛哈，100多位学生，那我会把他们的成果把它呈现出成一个讲义，因为我发现学生哈，他们会对其他人的反应哈，会很有反应，这样好，那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哈，这个所看到的针对议题的这个群体讨论之后，那他们所写出来的答案，那你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人哈，很多的人他会去用一些很嬉笑怒骂很像演出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些新闻，可是有一些其实也非常的可爱，就是或者是说其实是有一些很明显是反串，然后所以呢我其实进行的第二项作业第二项作业就是个人作业。好，那这个个人作业就是讲义发下去之后呢，请他来赞美还有跟吐槽，好，就是大家去讲出要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的精彩，好，那但是呢有一些呢我真的是可以直接修改，那我请他们用红笔真的就在上面修改，好，还有呢他可以增加，好，譬如说现在针对俄乌 战争，那总共只有墨家、农家跟综衡家这三种意见，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家那可以怎么做？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请大家在那个讯息栏里面，请大家在讯息栏里面帮我打好你觉得值得赞美的，好，俄乌战争的，好，这边应该是有七条，好，那大家在手册上也可以看到，好，你觉得值得赞美的是第几条，好，我们现在计时30秒，你就是打它的编号，好，1234567，打编号就好，不用写第一条，谢谢，好，1234567，值得赞美的。很好，好好，谢谢谢谢，时间到，好，时间到，好，那好，接下来呢这个希望大家帮我打，因为刚刚看了1234567，尤其是4，有非常非常多人都是赞成4跟7这样，好，那1234567都有人，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定是有些人，我记得那时候学生一 拿到我印的就是你们在手册上看到这个讲义之后都好开心这样子，然后呢很多人呢想要吐槽，然后后来也有一些人想要加，有人想要加，好，那所以呢现在呢请大家看起来呢这个吐槽的应该很明显会是5号，那我现在就想要点名，我呢现在想要点名，那这个点名请这个因为要赞美的都没有5号，我想要我随便点名哦，我就是平均分配，因为我手上有那个学员的名单，这个是当老师最大的权利，我请那个20号奇美高中这个陈老师，陈佑金陈老师，请帮我吐槽一下5号。再分享一下手册。谢谢，有人帮我 分享了。其实大家看我的画面，上面 也有。上面也有。请那个奇美高中陈老师，因为 我已经把有2-3位 老师报名的学校我已经自己做记好了，所以我会点名的就是只有1位报名的，
现在可以不用再赞美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吐槽单元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在上课，嘿。请勤美高中的陈老师，请问是不能开麦吗？请那个薛如君薛同学，好像你们那边可以关掉所有人的麦吗？那可以开吗？因为我们如果要实际上课，我真的是非常需要同学们的回应。嘿，好，那这样主持人好像变成我了，你们没有控制，所以是我控制。好，那没关系，那控制变成我哈。好，那我再就依照我这边的画面哈，请那个好，没关系，我现在好像是这边好像是被关哈。那我现在直接开麦的人哈，就帮我做回应哦，就是要吐槽五嘛，嘿，那觉得五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呢？哎，我们请那个王秀珠老师，我已经帮你开麦了，对，有听得到吗？可以，谢谢。好。我觉得有矛盾的地方是，他说如果打不赢的话就去种田，那意思说如果打得赢的话就要继续打下去吗？好，这个就是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好，谢谢。好，那这个再请，因为我上课大家可以知道同学都很吵了，这样子哈，再请那个王秋文老师。听得到声音吗？可以。他就说打不赢的话你就乖乖去种田，那但是边缘政治国际战争就没有这么简单啊。对。好，谢谢。那我们呢就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通常在讨论农家的缺憾的时候，嘿，通常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观点狭隘嘛，因为 农家就是君臣并耕不二价，然后呢只要君王我们说劝农，然后还有呢就是与民并耕，那就是他的一个狭隘性。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他们很明显这种用一种很反串的方式有他的狭隘性，这样子。好，那再来是呢这个好了，除了刚刚所看到的，大家画面所看到这三家之外，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家有什么可能性呢？嘿，这边呢，先让同学们思索十秒钟。好，那我接下来要点名喽。嘿，请这边有一位，好像有重复登录哈，有一位。吴玉新老师，我怎么没办法开你的麦？吴玉新老师，好像没办法开你的麦，那就请这个吴家相老师，可以了，好，请吴玉新老师，请问，你有还有什么其他的还可以？就对俄乌战争有什么想法？除了这三家，那除了我们赞同他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家的可能性？如果是以儒家来讲的话，他可能需要是俄罗斯自己内部的政治，统治良好，然后透过良好的统治示范，进而影响乌克兰亲俄的这些人，然后归顺于他们，然后以仁德还有良好的国家政治慢慢吸引立场较为摇摆的乌克兰人，然后进而慢慢的可能让这些人可能进行移民啊等等的，那在立场上跟文化上然后慢慢进行。谢谢，这边有强调很重要的
儒家的基本体会，就是这种以民为本啊，还有呢就是比较是人民爱物的这样子的精神，让人民可以有他的声音。好，很好，接下来是下面一个，就是我刚刚看了大家一说要赞美的1、2、3、4、7，好，那这个好了，那我们现在有，当时我在探讨这份讲义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七到底是值得赞美还是值得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分两个向度来看。好，第一个就是他所说的当情势焦灼的时候，纵横家可以用各种政治手段来以最少的损失取得国家的胜利或安定。好，各种政治手段，两国派出外交人员或游说之使，好，对不起，那个字打错了。好，然后来协商谈和，避免战事对人民的生活造成过大的冲击。好，所以纵横家，好，我们这边后面是一回事，就是我们派出外交人员，还有各种政治手段，到底这是不是就是纵横家的基本思想？后面这个方式，记得我那时候是我用这个来跟同学来讨论，这到底是纵横家的理念还是兵家。那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有让同学我因为还蛮注意这个的，就有问同学为什么兵家不在九流十家里面。好，我们说这个兵者，就是因为他会有生命的死亡，所以呢上兵发谋，其次发交嘛。所以其实外交手段它事实上是一个兵家的主张。那纵横家，我们都说合纵连横，所以纵横家它事实上的重点是在于国际之间，就是抱队取暖，国际之间它如何去纵横捭阖。好，那我们会注意到这次其实我刚好也趁这个机会，那很简单的，对于其实还是有些同学对于俄乌战争它就是两国，尤其是俄罗斯一开始怎么样去宣传，就稍微提了一下，这个俄罗斯说因为乌克兰它要加入北约啊，然后呢西方势力会来打我们这样子，那好像呢我们现在如果去谈纵横家，说老实话这个七的纵横家其实是被我吐槽的啦，简单说，而且顺便跟同学就是探讨一下这个为什么他其实纵横家是我记得在读史记的时候是觉得纵横家的这种本事他不仅是一个外交方面，它事实上有更多在这个玩弄人性的黑暗面。好，所以中七这个到底是值得赞美跟吐槽，这也是让同学讨论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到底是兵家的主张还是纵横家。好，因为呢大家后来都把纵横家跟外交画上等号。好，那事实上纵横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权谋。好，那好，那这个因为好，那但是因为我的重点是希望让大家有一些自身的一个概念，我比较鼓励讨论这样。好，那我们呢这个俄乌战争就先看到这里。好，第二个是柬埔寨的诈骗案。然后大家会发现到前面的十大新闻里面好像没有把这个列进去，但是同学会发现这个诈骗案就对同学而言是蛮重要的，呵呵，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刚好有三个家，就是纵横家、法家跟道家。好，现在也是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然后帮我输入在讯息栏输入你认为值得赞美的。这个笔，这很简单，只有一二三。
哎，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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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反应都很快哦。好，那这个平常我线上上课大概就是这样子哦。那会发现哦，当我们现在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做线上上课的时候，大家在看其他人的回应，因为我的学生都已经很熟了哦，他们有时候会看到别人回应，然后立刻回应这样子哦。好，那或是立刻反吐槽这样。好，那刚刚讲的是赞美，那所以呢现在也很简单，就是来请问这个两位，我好像还是一样需要来用我的这个开麦的方式，那我就看一下我这里的。好，请那个，好，刚刚我同学看过。好，现在这位是沈若晨，嘿，沈同学，嘿，请问，你的，谢谢，嘿，请问你谈你的概念，嘿，是刚刚吐槽的概念吗？就是我们现在第二题，就是柬埔寨诈骗案123，看你觉得谁该赞美，为什么你要认为要赞美，然后谁该吐槽，为什么你要吐槽。那刚才其实老师在让大家输入赞美的环节的时候，我其实是选择二，那不过其实这三个也并不是我心目中觉得最倾向的答案。对，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答案其实这样应该还是归类在儒家的部分。儒家，是，对，那因为我在看之前柬埔寨诈骗案以及就后来其他相关的诈骗案的时候，其实我会想到的是都是很根源于人性的那一种，就贪啊，或者是对，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贪婪的这个人性的要点。那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比较根源上应该是从儒家，不管是你说在这个教育上或者是就是熏陶上吧，就是要根除掉或怎么说把它给矫治过来的，应该是那一种贪念跟贪欲，就这个东西根本上去消除，就是才能够正本清源这样子。好，谢谢谢谢。好，那呢看起来刚刚沈同学，好，这是嘉义的老师，这个刚刚沈同学呢，他认为这三家好，这三家事实上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哈。这样好，那呢这个那我想请那个，好，那既然是南部，那我们就来南部战队好了。好，来请那个蔡芷琳老师哈，因为你刚赞美的是二哈，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说明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你想要赞美二？法家。有听到声音，有。好，那其实我选择二，因为这边的选项实在是还蛮少，但基本上我觉得加重刑法，我是针对台湾的现有的一些犯罪来看，台湾的法令真的是判的都太轻了，包括酒驾啦，或者是一些黑心的产品，其他各类的，所以二号就吸引到我了，这样。好好，所以你刚刚选的是赞美到二号，就是你觉得世上呢，应该在法令上再更加的周严一点。对，很好，那这个世上有掌握到哈法家的核心的概念。好好，谢谢谢谢。好，那呢这个所以我们刚刚呢赞美吐槽哈，好像都已经有进行过了哈。那因为我们呢大概剩下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哈，那所以呢下面其实还很多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开放自由发言哈，因为看起来好像不用我开麦哈，大家事实上自己是可以开麦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项目哈，接下来项目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这个赞美吐槽的部分就直接举手，好，然后呢我们呢举手快的就可以来看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呢是说老实话是还蛮争议的哈，因为我后来发现同学在写赞美吐槽或是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呢，这个有关于民进党败选哈，就是在地方的那个选举里面，好像呢似乎没有到想要的成果哈。事实上学生意见是很多的哈，那这个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三个哈，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要举手。也是给大家十秒钟哈，如果十秒钟没有人举，我们就进到下一个小环节。
哦，好，大家好像都好像没有什么赞美或吐槽，还或是有其他的哈，这样，其实说老实话，这几个哈，通通都要吐槽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没关系，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环节哈，是英国女王去世，嘿，那这个，当时呢，学生，嘿，等一下哈，对不起，学生呢，针对英国女王的去世，有儒家的、道家的，还有阴阳家。那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赞美、吐槽，或是有其他的概念，就请举手。一样也是十秒钟，哈。好吧，好像还是没有人举哈，那没关系，那这个部分呢，那就由我来稍微吐槽一下哈，这样子哈。那因为这个牵涉到九流十家的基本思想概念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同学写儒家为了表达对女王的敬意，我们时间快到了哈，好，那我就吐槽一下哈，儒家说为了表达对女王的敬意，全国上下为女王哀悼。而皇室需要处理亲人过世的哀伤，因此为女王守丧。哈，这个是，大家如果后来有读《礼记》哈，就会发现儒家哈，在这个吉凶君兵家这五礼里面哈，儒家是最重视的，就是就是丧葬嘛，就是凶哈。那所以其实这个答案它是有掌握到儒家的基本理念哈，核心概念。那看二道家。坦然面对死亡，生命与死亡同等重要，人们亦无需为此自然现象感到哀痛，就跟四季的变换一样，生命自然而然的发展。好，那这个答案呢，可以说似是而非，就是呢，这个赞美一半，吐槽一半好了，坦然面对死亡，那是一个个人心态，或是一个思想高度的问题，可是呢，人之常情还是要有这个可以致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上的需求。那至于三呢，我就纯吐槽阴阳家。同学写阴阳家，用阴阳家的思想来看人生死无常。其实阴阳家好像不是在谈论生死无常的这问题，阴阳家呢，它比较是属于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这个宇宙学地理学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呢，当时就趁这个机会再稍微把阴阳的概念、五行的概念，乃至于阴阳五行对于我们中国不管在思想史上或者在医学史上，或者是在这个那时候就跟同学讲谈天啊，嗨，谈天嘛，这个阴阳家的周眼就是谈天眼。那事实上呢，它跟这个生死无常这比较是这个比较跟它比较不那么相关这样子。好，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课程就大概就到这里。那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的作业就是把作业写完。那这个等到这个讲义发上来之后呢，我会在那个针对可能概念有问题的或者是呢这个大家在思想上这个可能可以再增加而且去包容其他的概念的部分呢，我们之后会再跟同学讨论。那我们就把剩下的议题再看一下。好，同学还关切到白纸革命。好，那关切到FTX 的倒闭。好，然后呢这个还有关切到糖宝宝事件，这没有被列入十大新闻，但是在北部算是蛮多人的。好，谢谢，今天现在就到这里。好。